大家好，我是油头六四分。最近有一家店在麦当劳，我们去跟他看一下怎么回事啊？麦当劳，你给我敲一个出来啊！叫麦当劳什么意思？是叫我们不要当那个什么意思？把店名给我改掉。好，这个不听话是不是？不想接受是不是？来，警察，给我来一份那个麦脆鸡大餐，玉米浓汤、薯条、麦脆鸡两个来。各位朋友，全民估价王时间到，请猜看看。这样加起来多少钱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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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190元啊！救命啊！不是190元，你有没有看错？你知道190元可以吃什么？可以吃牛排了，可以吃火锅了。然后我现在只点了一份麦脆鸡套餐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难怪会叫做麦当劳，你这个当劳工人根本吃不起。我不是家里有个爸爸，爸爸买农地给我，上面可以盖个停车场，停车场长出一辆车，然后那个收那个钱，真的家里没有遗产，没有那个钱的，没有给盖停车场的，根本吃不起啊！我的救命啊！真的是麦当劳耶。好啦，这个哦，我跟你讲这有多贵，你这单点这两个就120元，一碗牛肉面的钱，你马力帮帮忙，你120块。那你知道这个薯条哦？薯条这个是中份的，它这个超级夸张的。你点那个套餐，它这个副餐一定要选，然后它没不能选小的，你一定要选中的，它只能选中的。中的49元啊，放49元啊，这个薯条怎么变成我吃不起的样子？不是这个49元，玉米浓汤啊，哦，这个比较省，这个比较便宜的，好像也是49。总之是里面最便宜的，你随便一个可乐一个什么都妈的贵的要死，不是我啊。说真的，我是不是去开刀？我是不是去开刀的时候，那个进入异次元，就是那一道一下想，我到平行时空了，这个物价完全不一样了。放我回去，放我回台湾，我要回到我那个原来的世界，那个以前的麦当劳很亲切的，以前的麦当劳很便宜的，以前麦当劳我还吃得起。现在这个好，我要改标题，今天的标题就是异世界的麦当劳到什么意思？我这个献给那个原本世界的朋友。对，我现在搞不清楚，我是在那个原本的世界还是异世界。对，这应该是异世界的麦当劳。我们来尝尝看，为什么这个麦当劳可以摆一家酒哦？这个异世界麦当劳的口味，各位朋友来了，异世界麦当劳，哦，这个可能他们鸡不太一样，他们鸡可能是特别健壮，可能是那个有没有看过迷宫饭？是那种那个什么会石化的那一种哦，是的。哦，这个鸡肉，哦，跟普通鸡肉一样啊，肉质也没特别多啊，那皮也没特别脆啊。麦当劳炸鸡就是就这样了，难怪哦，难怪之前有女生说，男生应该去吃麦当劳他就翻脸，为什么？真化妆用了化妆水，用了保养品，然后在房间这样子那个准备好、装扮好，换两个小时。我们以现在的人工来看，女生化妆两小时，换成时薪要求400块，400块你请她吃这个。190的哦，难过，因为你是不会成功哦。这个，这样算这个，所以麦当劳算便宜的，那个190还没办法请人出来吃饭啊，这个不行，我们不能这样讲。以一个单身男性来讲，以一个我们普通来讲，我们去吃个那个便当，吃上便当，它70块，而这一份就是190块，等于是我吃这一餐，等于吃三餐，我吃这一餐就等于全吃三餐的这个。啊，你要嘛分量比别人多，要嘛口味比别人好。可是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肉汁没有很多，也没有很脆，整个就是不 NG 的味道，不会 NG， 有没有得分？推牌，我们说的这个才是一只鸡腿，所以你先卖出去2块，其实是一只鸡腿120。好，不要再自己加钱了，搞不好很好吃，搞不好异世界的鸡腿很好吃。这个更普通啊，这个说真的，调味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咸咸的，吃住还可以。啊，鸡肉就是软软嫩嫩的，但是没有特色，没有感动。你有特别不一样，这个特别贵哦，这个特别贵。那套餐一定要选薯条，这个就是硬要哎。我说真的，这个已经120元很贵，可不可以让这个小份的爽一下？
哎，不错吃，嗯，麦当劳的最后救赎，嗯，就是这个薯条，哦，虽然有人说汉堡缩水了，汉堡变小了，汉堡变怪了，汉堡变态了，汉堡跟那个表示夫妇，哎呀，可是这个，嗯，薯条永远不会背叛我们。它本身是这种咸咸的，嗯，香香的，嗯，本身吃就非常带劲，加上一点哦，番茄酱，哦，绝配，玉米浓汤这个，来，我们要确认一件事，你是玉米还是浓汤，这不一样，因为有些东西叫玉米浓汤，跟你想要去完全没有料，我们要揭晓了。要去砸去没有料，我就有玉米耶！天哪，有玉米，真的有玉米哦！哦，这个根据我这个含量，哇，它玉米含量15%啊，这个过关的，比新竹脆粉还有那个成立啊，新竹米粉那个米含量不够，这叫脆粉，结果那个米粉被对岸拿去用啊，真的是没办法，为了消费者的权利。我们要那个命名成功，我们要命名符合这个条件，不要让大家吃到，其实明明就是那个不没有什么米，硬要加到米粉。多的朋友，嘿嘿，既然这样子，我就不客气拿去用，就惨了。哇，真的贵，真的空虚。所以告诉我们，这次总统大选非常重要。就是我们就是投了不好的人，糟糕的人，才会导致我们的物价越来越高，房价越来越贵，连麦当劳都变成我们吃不起的样子。我们说过了，笨蛋问题在于经济，笨蛋在于薪水。我们就是薪水不够高，收入不够高，我们才过这样。所以我们投给谁？答案就是投给我，0到80岁国家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以那个打电动的成绩、打电动分数来决定薪水。像我就是一级直播室，薪水8万。我那个快打兄是大师的，一个月领8万啊。那个快打兄金牌银牌的，不好意思，只有领1万。只能说外面冷冷的，外面那个天气寒冷，只有8度，这个天气冷，麦当劳的价钱让我，更冷了、啊。